那么在当官哦，白白洪灾了后，连续两冬都无看到这淡水会游行的鱼仔，日本秃头鲨搁出现啊！今日透早大批渔民哦，就到台东的出海口去抓鱼，嘛发现讲哦，两年无看到这毛蟹仔嘛出现啊哦。不过民众哦，只好鱼仔仔甲毛蟹放回去，因为安尼等伊大汉，每年才有毛蟹通好抓。一早在台东关太麻里的溪里出海口，真侪手电的民众来吃，因为出海口出现了大量的日本秃头鲨鲨鱼的鱼苗，大家赶紧来捕。日本秃头鲨是下好口的淡水灰鳅鱼类，目前也未列入保育。每年这个鱼仔对顶游走到出海口来生卵，四五月份真侪鱼苗就变成鱼仔，缩起等于鲨鱼。拄啊捕获的日本秃头鲨鱼苗，身体是透明的，营养价值是真高，价钱袂歹。每年拢有真侪民众来吃活。不过前年八八洪灾过了后，台东县已经有两年的时间无发现这种日本秃头鲨。八八洪灾。前两年都没有，就是今年开始环境复苏，开始有那个日本秃头鲨苗了。让打过来集中汇合的地方，汇流的地方比较多。民众即届获到个毛蟹苗，这嘛是两年冇出现过。不过民众无掠这个毛蟹苗，等到将因放咧溪内，而因会当重新来成长，明年叫毛蟹会当伫溪流掠。日本秃头鲨毛蟹苗拢是溪流生态指标性生物，八八洪灾之后一度消失，大家真烦恼。即马因阁大量出现，代表溪流的生态慢慢恢复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